项目是什么一个状况呢？项目文件书啊，有四大板块。第一个就是法律的规划和机构建设这个板块，第二个就是保护区的这个能力提高和网络建设，第三个就是这个公共意识提高和环境教育，第四个我们就信息共享。这个宋牧的呢，他是松柴线虫病的寄主。那么我们花山风景区呢，主要呢以黄山松为主。那黄山松如果一旦感染上这个松柴线虫病，那就是跟人得了癌症一样的毁灭性的。所以我们这个检查站实行了24小时值班制度。